辈子只有我还没有玩过钻石画吧，直接定制了卢比表情包，进而就挑战把它做到麻将盒子上。毕竟没有人能拒绝这只阴阳怪气的淀粉肠吧。咱就是说这样取钻也太方便了，那不是分分钟就能贴完。钻石画看着简单，做起来咋这么难啊？就这个小角落花了我3个小时。需要加油的小星星帮我加速一下。这个淀粉肠怎么可以粉成五彩斑斓？都是一个人工贴的，完了只有三分之一天都黑。但是为了玩宝们的小心心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不就是钻石画吗？我今天一定拿下它。又到了凌晨4点，还贴了个独眼龙，而且看起来老了10岁。算了，明日再战。Tomorrow. 都这样贴，一万多颗钻快要了我半条老命。赶快给我的卢比麻将盒穿上新衣。